一会儿你试一下这一套。鞋子，你辛苦辛苦辛苦。这双鞋子。快点快点，我们的只剩一个小时的时间了。啊、你试一下这双鞋子。对，现在有点混乱。那我还差一套怎么办？我哎呀。你还有一套是吧？对，我刚刚让他去试了，但我不一定还是全黑的，可能不太行。我们还有五分钟啊、哦。哦，还有五分钟了。哎，这个为什么没人给我烫呀？这为什么这个衣服为什么拿进来呢？需要个耳环，我给你拿个。我这个需要烫一下，没有人烫，这个是我。我要弄弄这个。哎呦呀，哎呀！你能试试这个耳环吗？可以吗？只是你把你的衣服都顾好，这东一件西一件的，我刚刚是从那边桌子上找到。哎，这个穿了吗？穿了呀，这个是一套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一套。你别乱，你别乱。两套、三套、对四套。哎呀，我的妈，跟打仗似的。来，智胜，你的这个模特好了，黑色连衣裙。我的那个。哦，这个好看啊。我是需要一个包。需要一个包，对吧？对你觉得他这个鞋合适吗？鞋子、这个模特的鞋还没换啊，你找一下鞋，鞋在里面也有，外面也有。鞋这个需要一个高点的鞋。没事，我先给你挑。对。老师，马上啊。不是，老师，我需要先检查一下我的衣服数量不够了呢。我觉得你的衣服现在我拿出去了五套，我先。广志，你现在这个怎么样？你先解决这个人，然后再去搞别的事情。嗯，一件一件事情完成，不然模特都在等你，对不对？嗯，要等到天荒地老嘛。那个这一套是谁的？我的，智胜的是吧？智胜，你觉得如何？但我觉得这个跟你这个主题不搭哎。我的主题啊，我的主题是什么？五彩斑斓。就是我这个，我这个给你搭，你把我这个，你这个，我想办法，其实再搭一个黑色的东西。你这个上面不能再搭黑的了，这太奇怪了。老师，行，老师您试试这个，您试试这一套，您试试这一套，可以吧？没有，这件你已经搭过了啊，你已经穿，刚刚穿过换下来，不是很满意？但换在里边了呀，为什么给我挂里边了？所以说呀，就是你得顾着你的衣服，从给了模特以后，要再挂回现在这个位置。刚刚就是。你会发现你的衣服一个在左边，一个对呀、啊，我的衣服我现在已经忘了。你不要再放进去了，你就拿出来吧。但这是一套的吗？一套的呀，你忘记了吗？那我哎呀，我就说我的这一套怎么，气死我了。这是我的连衣裙。可以可以，蛮好的，不错，缺配饰。哦，我去拿。4.28了，光子，4.28了。我知道你别，哎呀，我愁死了，我都。但老师，我这边有个情况，我的模特有两个人穿了同样的。好，我们来确认一下，所有人都穿过两套吗？对。哦，老师他两套都是穿的我的。这个跟我。但老师他两套都穿的我的，这不太行呀。是，你那边也是。对。啊！怎么这样？确实是这样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哎，你就完全懵了。